老爷，你的电话，杜老爷打来的。哦，广天啊，武兄，我发现了一个十分惊人的秘密。这个秘密跟我所在的真心银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吴兄，是你呀、啊？杜老爹，快点进，快点进。杜老爹，接到你的电话，先生实在不放心，还是过来看看。咱们这家里就你一个人。老孙临时回家去了，这不就剩下我一个了。额头的伤是怎么回事？哎，这几日心神不济的，昨天呢从楼梯上摔了下来，实在是惭愧。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咱们到书房去谈。你从谈话中得知，杜广天果然洞察到了这个不可告人的秘密。为了避免更多人知道这个秘密，你当机立断，对他下了毒手。真有这样的事儿？千真万确。兴许事情没到这么严重的地步，是广天老弟多虑了是吧？如果账本还在你的手上，我倒想看一看。也好，吴兄既然来了，就帮着看看。我倒真希望是我老眼昏花看错了。记号，吴兄，你慢慢过目吧。好茶呀，老弟，你慢慢喝茶，我慢慢看。我有如何会看错的？没有任何问题，怎么可能呢？银行的钱在大量的外流，这都明明白白的写在账本上了，怎么可能没有问题？广天，你是太累了，太紧张了，看错而已。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你太久没有好好的休息了。是，今天是觉得很奇怪，我怎么突然间觉得很累，很困呢？那就睡吧。醒过来，什么事情都过去了。但是不管你多么的小心谨慎，现场仍然留下了你的蛛丝马迹。将一只只茶杯斜叠起来，这正是只有你才会有的独特的习惯。而随手关门这个无意识的动作呢，更是泄露了天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根本不会怀疑门外的那颗子弹头有什么不同寻常之处。然而杜广天的死并没有让你高枕无忧，紧接着纵情声色的王中任又酒后误事，让他的相好莫里得知了这个秘密。莫里掌握了重要的证据，以此相要挟，想要敲诈王中任，但不想却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我的姑奶奶，玩够了没有？可以把那份东西还给我了吧？谁跟你玩了？
我虽然没什么文化，但那几个白纸黑字我还是认得。我知道那份文件值几个钱，少一分你也别想拿回去。哎呦，你就别这么折腾了，那份东西对我可是性命攸关呢。我跟谁都不讲交情，就跟钱讲交情。你知不知道你在玩火呀，茉莉？你只是个舞女，别以为自己有多大的能耐，你在引火烧身。你到底要干什么？你想吓唬我？我可不是在吓唬你。你有种来啊！哎呦，这是我给你买的。丽丽啊，我的乖丽丽，我的宝贝丽丽啊，以前的事儿都是我不对，我给你赔个不是行吗？怎么，你这是想通了？你钱带来了吗？丽丽，我们再商量商量，你的价码要是确实高了点。弄了半天，你是来跟我讨价还价的？那您请吧，等你有钱了再来找我。哎呀，丽丽，你看这没说几句又生气了，先别气。你看，我特意给你买了项链，少着点收下了，消消气，有话好说嘛。哎呀，你这真是打发叫花子呢。就这么一根破项链，老娘随便就可以拿出十条八条了，谁稀罕？小丽，哎，来了，小姐。送客。啊，顺便帮我买包烟，再去王家沙买碗馄饨，气得我都饿死了。知道了，小姐。茉莉啊。真不是太君。茉莉的所作所为让王中任又惊又恼，为了让茉莉永远的闭嘴，王中任就派他手下惊雷用刀捅死了茉莉。姬经理电话。喂喂，是我。茉莉那个臭婊子敬酒不吃吃罚酒，她现在正好一个人在家，你马上给我赶过去，把她给我做了。是，记住，文件一定在她那里，帮我找出来，做得干净点，就像入室抢劫一样。这点不用我教你了吧？明白。说什么呢？去你妈的！一个常客喝醉了，把人发酒疯。
金老板，你怎么来了？茉莉啊，怎么说你也在我舞厅做了这么多年，人心都是肉长的，时间久了都会有感情哦。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你那么晚到我家来，到底什么事儿？茉莉啊，到了阴曹地府，千万不要怪我。金老板，我可是你摇钱树，你为什么要杀我？可惜，谁让你得罪了我的老板？你记住，我这也是受人之托。你要是死了，不要怨我，你去找他。老板，难道你说的是王中任？可惜，你明白的太晚了啊！可是金雷没有料到，这场谋杀居然被女仆小丽一头撞见。金雷一不做二不休，连夜追杀小丽。在挣扎中，小丽用指甲划伤了金雷的耳后根，也就是因为这道伤口，让金雷露出了马脚。金雷搜过了茉莉的家，但他没有找到那份文件。金雷为了掩人耳目，他将茉莉房中的珠宝首饰洗劫一空，伪造了小丽谋财害命的假象。虽然金磊向我编排了一套情杀的谎话，但是我还是怀疑他背后有别的人在指使。于是你就派人用药把金磊弄疯，好让他永远失去记忆。我什么都没说呀，他把金磊逼成那个包厢，非得叫我带他。什么烦恼都会忘得一干二净。王中任以为案子了了，又可以花天酒地了，但他没有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死人茉莉的冤魂出现了。当然，这个冤魂是假的，是茉莉的生前闺中密友孙旭。你怎么还不来啊？你忘了，我这是销魂窟吗？放心，就算是在阴曹地府，我也会让你销魂的。你到底是谁？快！当王中任知道孙逊手里掌握的重要的证据的时候，他十分紧张，于是他赶紧跑到你这儿来，向你求助。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没事少来我这儿。这次的事儿，我们在明处，他在暗处，我连他是人是鬼都没搞清楚。您要是不帮我，这次我可就真的没命了。只要是他没把文件的事情抖露出去，就说明他和茉莉一样是奔着钱来的。你回去要做的就是把他稳住，无论他提出什么条件，你都答应他。没出息的东西，每次都是我来给你收拾烂摊子。你赶紧回去，其他的事情我来处理。我知道了。还坐着干什么？怕人家不知道你来我这儿？滚！于是那天，我恰巧看到王中任匆匆地离开了公馆，
从他留在茶几上的烟头可以看出，他当时焦虑不安的心情。你还在无意间从我的口中得知有关孙逊的消息。那个黑衣男子找到了吗？你怎么知道的？啊，上一次你受伤，陈浩送你回来随口说起。找到了，不过那个人是个女的。干什么的？是鸿运船务公司的一个职员吧。你不进喜出望外，马上布置了新的秘密任务。你派人谋杀了孙旭，并伪造成了厮杀现场。通孙逊公司的廖经理，让孙逊的私人账户一夜之间多出了巨额的存款，使他背上了贪污公款畏罪自杀的恶名。这笔款子根本就没入账，把他经手的一笔公款存到了他的银行账户上。当我从何祥礼的身上打开缺口，并且矛头直指廖经理，你为了掐断线索，不惜在光天化日之下将廖经理残酷的杀害。廖经理，好在老天有廖经理，让我在孙逊的尸体手中找到了一片小纸片，也正是通过这个线索，我挖出了王中任，并且找到了那份缺失了一角的秘密文件。王中任发现文件失窃，十分紧张，连夜向你做了汇报。这次出了大事了，他把那份文件拿走了。蠢货，这么重要的东西你能弄丢？现在该怎么办呢？于是你认为王中任这条狐狸尾巴再也藏不住了，不如干脆剁掉。你派人毒死了他，并且通过上层对巡捕房实施压力，谎称王中任是心脏病突发暴毙。这个案子已经由我们组负责了。我就问你一句话，王中任怎么死的？心脏病突发暴毙而死。同时你关闭了王中任常去就医的那家诊所，并且销毁了所有的病历。你还威逼利诱王中任的太太们，让他们全都闭嘴。但是你没办法让疯子闭上嘴。二姨她因为目睹了王中任死时的惨状而进了疯人院。正是从二姨她的口中，我得知了王中任是被人毒死的。当你忙于应付这眼前一切的时候，你还要抽出身来对付你的冤家对头沈培给你带来的巨大的麻烦。在他策划的偶遇中，你认识了桑尼，并且深深地爱上了他。但你万万没有想到，桑尼居然是他派来的诱饵。在桑尼小姐面前，我真的是老了。在我看来，您依然是年轻、自信而充满魅力。来，干杯。当你明白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就将计就计，陪着桑尼去了教堂。其实你早在那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但只有那个被你忽略的敲钟人看到了那场血腥的杀戮。要不是有沈培的那封秘密信，要不是那天我在桑尼房间里听到你的自言自语，或许我根本不会怀疑那场车祸纯属意外。我真该把你杀了。尽管后来你矢口否认这场车祸和你有关，并且把这个黑锅扣到了沈培的头上，但是我仔细想过，既然你识破了沈培的圈套，你怎么可能轻易地放过他？沈培自顾不暇，他怎么可能再有时间腾出手来制造一起假的车祸呢？所以你再怎么否认都没有用，你跟桑尼的车祸绝对脱不了干系。这只是一场意外事故，
如果你说出去的话，那会怎么样？想想你儿子吧。大林也是你的人，他的广济堂是一个为日本人敛财开设的汉奸机构，他从日本人那里弄到了鸦片营销许可证，他以广济堂慈善济民作为幌子，做起了鸦片的买卖，他通过为日本人包销鸦片提供军费，获得了不少的利益。但是当杜莎莎对他的梦进行了分析，并且句句中地的时候，他感觉到自己透露了不该透露的消息，于是在梦里的婚礼还有两性行为都代表着合作的意思，它预示着你在现实生活中有可能跟某个人或者某个机构进行很重要的合作，于是他就买凶杀人，想对莎莎不利。冯大林也暴露在我的视线里，我开始着力调查冯大林，冯大林也把我视作是眼中钉，直到最后他沉不住气对我下手。我却意外的被跟踪我的沈培救了一命。当你发现已经无法说服我停止调查的时候，你只能让冯大林彻彻底底的消失。我是尊古斋的管事，今天带来几样东西，请你们家先生鉴赏一下。舅先生，我觉得你长得很像一个人，你确定我们以前没见过面？先生好眼力，只是为时已晚。吾有狸猫换太子，今有花瓶换活人。但冯大林的失踪呢，再一次的将矛头指向了你，因为换走冯大林的那个大花瓶正是你派你的手下高辉从振兴银行的仓库里取走的。这个瓶子我见过，又大又显眼，在仓库角落里放了很久了。这么说这个瓶子还在仓库里呢？哦，现在不在了，就前不久高辉高主任亲自取走的。越来越多的证据告诉我，你才是幕后的罪魁祸首。那次你当着我和杜莎莎的面说杜叔叔死前不小心磕破了额头，但你很快意识到自己说漏嘴了，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你开始派人跟踪我。当你得知沈培出现在我面前，还编造了一套耸人听闻的身世之谜，你愤怒的吴伯伟不是你的父亲，不仅不是你，他还是你的杀父仇人。于是你使出了一箭双雕的毒计，既除掉了你的老对手沈培，又嫁祸给我，让我成为警方通缉的罪犯，忙于应付巡捕房的追捕而不得不停止调查。这招既阻止了我继续调查，同时也瞒过了你的日本主子，使他们不至于追究你险些露馅儿，同时也能使你的候鸟计划能够继续执行。但你失算了，你高估了自己。杨丽的死使得你为日本人制造假钞的罪行暴露无遗，
而我毁掉了假钞模板，又使得你在日本主子面前大为失宠，日本不再相信你了，局面完全超出了你的预计。我了，既是死了，你拿什么奖惩戒？以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证据。小飞，你什么都知道了，也都明白了，但你就是没有明白一个父亲的良苦用心呢。本来你可以专心的去做你热衷的私家侦探，可你为什么要盯着王忠贞，盯着冯大林，盯着候鸟计划死死不放？他们要对你下手了，知道吗？游行队伍闹事都闹到了领事馆门口了，你儿子倒成了民族英雄。模板毁了，技师死了，你拿什么向我交差呀？如果你的儿子吴飞能够不再给帝国惹麻烦，以前的事儿我一概不追究。但是如果你管教不好自己的儿子，那我就替你管。听说了这些的时候，我心惊肉跳，寝食难安。我不得已使出了一箭双雕的办法。我以为租界是安全的，但是我没有想到，日本人要通过领事馆来引渡你。我让高辉去营救你，你只是比他们早了一步逃了出来。不相信我的话吗？你以为那些巡捕都是废物吗？要不是我千叮咛万嘱咐，他们早就开枪了，你活不到今天。战争爆发了，孤岛沦陷了，中国大地上没有一片乐土。我们离开这是非之地，毕竟我们是父子。把文件给爸爸。不，你别走。鹰巢之下，焉有完卵？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更明白。我都快忘了，哪里还有家？怪真的怪你自己，是你选择了这条不归路。你为啥要走上这条绝路呢？小飞，小飞，我是你的亲生父亲啊！可是你知道吗？此时此刻，我真希望沈梅说的一切都是真的。我没有你这个父亲，我不是你亲生的儿子。你为什么忘了你是个中国人？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手上那份文件拿走了是证据，拿不走什么都不是，知道吗？陈浩，小飞，陈浩比你明白事理，他都能理解我的这份苦心。把文件给爸爸。陈浩，
明天一早，所有的报纸会把你的丑行公布于世，所有中国人都会谴责你的。你就等着末日的审判吧。中国有句古话叫"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知道吗？张浩，放开他！志飞，要文件还是要人？你选择吧。起来，人和文件我们都要带走。老马，你是什么人？是真正热爱这个国家的人。虽然在国民党和日本人的破坏下，我们的行动被迫转入地下，可我们的组织仍然无处不在。我们的同志每时每刻都在和敌人进行着殊死的斗争。组织上派我打入日本人内部，可机缘巧合的是，又被日本人派到了你的身边，监视你的一举一动。吴伯伟，从你做汉奸的第一天起，日本人就没有真正的信任过你，而你却甘愿帮助那群鬼子背叛自己的祖国。吴飞，我真没想到你还是拿到了那份祸国殃民的候鸟计划。你放心，我今天就是拼了这条命，也一定把你们和这份文件送出去。老马，你们快离开这儿，我掩护，我们走。小飞，谢谢，别说这个了，我们都是兄弟。再说了，我们都是中国人。这不是你们父子两个人的战争，
正浩，正浩，坚持住啊！兄弟，你不会有事的，一定要坚持住。没事，我没事。小小，哎，我试一下，幸福的会挂掉，但是可惜了。我不能陪你一起飞了。不要说这样的话，我们要一起飞，我们要一起飞，一定要坚持住，不要这样离开我们，好不好？你们快上车，离开这儿。我们能去哪儿？去江北，那里有我们的同志接应你。那你呢？我的身份还没有暴露，我的任务也没有完成。你们放心，我就说是被你们劫持，是被迫替你们开的车。我必须回去，继续执行我的任务。不，老马，你跟我们一起走。你们快走。老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快走！谢谢。识破天惊，候鸟计划执行者吴伯维引弹自尽。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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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罪恶滔天的候鸟计划公诸于世。号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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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号外号外号外，罪恶滔天的候鸟计划公诸于世。汪精卫投敌卖国的真相识破天惊。
像黑夜入迷，不知不觉迷失在夜里。你的雨飘忽不定如谜，谁能猜透你身后的孤寂？你的发像一天叹息，不知不觉就站这里里。你的眉宇说还羞如谜，谁能温暖你藏的孤寂？拥着你哪怕全世界都可以忘记，只要在我怀里有一点点暖意。拥着你哪怕全世界有一天失去，心甘情愿